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，再耽误下去，你后边就没得治了。干嘛呢？我媳妇儿被你们害得还不够惨啊，还想骗她？昨天说好了做手术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这女的就是星辰科技的老板啊，就她害了我媳妇儿。接下来。 行了，你们都冷静一点，有什么话我们慢慢说。嗯，慢说不了，赶紧赔偿，否则免谈。你这是敲诈，你知道吗？我敲诈？是你不负责任，明白吗？你别胡说，行不行？你是想解决问题，还是想把事情闹大？你光靠闹是救不了你妻子的。凭什么听你个黑心老板的呀？就是你骗我媳妇说。 手术我能治好他的腰病，结果呢，你们不应该叫星辰科技，应该叫人间炼狱。医院原本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后续治疗方案，当务之急是治好他的病，再错过治疗，他下半辈子就真的毁了。好啊。 必须治，那得先谈赔偿吧。赔偿完了，我们去正规医院治，不找他们这个不顾人死活的黑心奸商。韩总。 我跟罗总聊得很顺利，他很专业，执行力也强，很好。不过，韩总，您说，我不知道您未来对星辰有什么样的规划？未来咱们的合作关系一旦公布，董事会能允许东一旗下有两家同质化的竞争公司吗？您别误会。 只是星辰如今的发展速度出乎意料，他们的椎间融合器研发完成得很快，而且临床试验也很顺利。只是这一山不容二虎，韩总，您考不考虑将星辰并入瀚海？ 星辰虽然发展很快。 但是各方面与瀚海还是不能相提并论，合并还不到时候。况且，他也不会愿意。老板，星辰出事了。抱歉，下次聊。韩总，您慢走。 你赶紧回去吧，这怪累的啊！回去喝点水。你看你那嘴都起皮了，啊！我们呢，就坐这儿坐吧，啊！星辰科技什么时候给我们钱呢？我们就什么时候走。我说过了，在问题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给一分钱。他不想赔偿。<笑>哎，哎呀，你打！ 我，你们打！你们再打我！他打！你们再打我！来，干嘛呢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好了，桂兰。 张峰美申请志愿者时，签署过协议。
术后出现问题跟星辰科技无关。那怎么样呢？我许壮签的又不是生死状。再说了，他们把人治坏了，不该赔钱吗？啊？手术全程都有记录，星辰的产品全部经过检测。如果各位有意见，又或是不相信，想查清楚事情的原因，我们可以一起接受警方调查。老许，算了，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可以啊，我们可以离开，拿钱消灾。唐宋，你好，这边谈一下吧。唐宋，你干什么？是要给他钱吗？你不许给他钱！你给了他钱，他就不会管张凤美了。别闹了，这么多人拍着。走。这事儿你不用插手。想不让我插手，你得有能力把事情解决了。我这不是再解决吗？你怎么解决？你从一开始就走错了。出了事，创新中心也有责任，要你单独出头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？星辰不是东阳，没有这个资格跟创新中心把关系闹僵。事情闹大，试验停摆，损失最大的还是星辰。还挺现实。所以，我帮你解决了问题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你解决问题不就是让唐宋拿钱消灾吗？这样就说明星辰错了呀。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你代表着星辰站在那跟他们闹就已经错了，在公共场合大打出手，而且你没看到周围很多人在拍照、录视频，还有人在直播吗？拍了又怎么样？星辰没有先动手，而且我一直在那里是讲事实、讲道理，就算把这些放到网上，舆论也不会站在他们那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再把张凤美治好，这样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很好的公关，还打了广告？可是你来把我拉走，用钱来解决问题，这是不是就坐实了星辰心虚理亏？而且你也看到了，那个男人就是个人渣，他拿了钱，他根本不会管张凤美的死活。你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还指望能救张凤美？这种家属，这种病人，你敢给他第二次手术？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凤美就惨了呀。我会继续跟他沟通，继续跟他说注意事项。你觉得他现在这个情况是因为你上次没讲清楚吗？这是个意外，这不是你的错。